眼前一亮，他一跳的时候他也是特别认真特别诚恳。试一下，我试一下跟老师学一下是吗？然后这儿，对，右手起，左手压，对，往上，两个交叉，对，然后左手压，哎，起，然后收回来，重心倒在后腿，然后这有点太极，太极，太极的感觉。秦岚学太极，第一式起势，第二式左右云手，第三式收势。在这儿能找到一个好的老师，然后我会认真的学习，然后好好的排练。我也知道对我很难，我记动作会很慢，但我还是会去享受这个过程，因为我觉得舞蹈确实是最有感染力的，它会让每个人的细胞，全身细胞都活跃起来，会让我们很快乐。然后也希望我能跳快乐的舞蹈，找到快乐的舞伴。既然来了这个舞蹈这个圈里，他们还特别希望多付出、多学习，然后多融合。我觉得这个精神是要学习的吧。